我自己本身是想法是比较负面的，然后他就是整个充满正面能量的，然后说哇，现在还有这么正面能量的人不少的，所以要赶快把握。当初是觉得，因为没有啦，他看起来蛮贤惠的，对啊，然后又有点傻傻的。那个时候刚认识，想说哇塞，这个岁数还可以保持这样子的身材，真的是难得耶。就拐我了是 所以就想尽办法把他拐在身边。当初第一个，我觉得他会煮饭，然后第二个个性也蛮好，不太会计较，傻傻的，这是我最喜欢他的地方。第三个也孝顺，因为当初爸爸生病的时候，我看大家都在身边照顾爸爸，所以其实孝顺很重要。他呢，其实就是，稍微丰腴了一点，但是他只要稍微纤细一点的话，应该就是一个大美人了，这位女神是吧？你叫我压力好大啊！然后他对家人又好，他真的超疼他的家人的，比我还要更疼。就说你捡到宝了吧？是捡到宝。